大家好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款是英酸重工生产的 4YZ-4B， 这个是玉米收割机。这台机器上的外切面轴承，也是用了我们的 ETK 的产品。我带大家看一下英酸，在国内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企业。大家看到了，这个是 UELFC207，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，是 UCPA 的，可能大家也看不很清楚。总之来说，这台机器上面有大概十几套产品吧。都是我们的 ETK 的外切面轴承。大家看里面有一个 UCFC206。上面还有两套，这台机器的性能也是非常可靠的。